好，这样天气节的画境呢，一进去啊，就是有烹饪教室。烹饪教室就是，你可以做菜，然后做菜，它有一些就是有一个那个叫什么？你点进去哦，示范一下。你点进去呢，会有一个妙手调料。那个妙手调料呢，你就是要按对的那个材料，它都在下面。那你还没有正确打开的话呢，就是切对材料的话，它会出现叉叉。那切对之后呢，上面才会固定出现。那剩下都是食谱的部分，食谱在左上角，就是按毛豆、砍毛豆跟这个花椒。那就这样，就这么简单，可以吗？好，这是做菜的部分哦。啊，真香啊，真香！然后会得到厨艺的分数啊，跟菜品库存。那这些东西呢，是干嘛用的呢 ？OK， 这是出油用的哈、哦，这个出油利用的。那油利用的呢，就是有一些城镇啊，然后城镇就是会有一些城市的特产啊，成都有什么特产啊，然后这个什么东西，我到现在还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，反正就是一些建筑材料啦。那建筑材料需要你的队友，就是你所有的人物在这里。你的英灵这边呢，都可以上去游历。那游历有些会拿到一些东西，什么就是拿下一些东西，那个东西是什么呢？我也不知道，反正就是他，你可以帮他什么做一道效果清，像这个啊，做一个效果清。不要骂我啦，我是真的不知道。我只知道把它点完就对了，然后呢，你就可以，我觉得一天是三次吧，对，一天是三次，然后可以拿到一些道具，那就是有可以完成就把它点一点哦，点一点，因为我还在跑啦，所以就我就没办法点开那个游艺的那些城镇需要什么东西，你游艺完之后可以在那边看一下有谁可以玩可以领取这样子，你就去点，好像懂吗？就是挂机拿奖励啦，对啦，好啦，反正你就是跟我去跑啊、哦，你就跟我去跑，这样懂吗？就是这些东西特产，然后你就去跑收集，然后收集这些材料之后呢，有花池，那花池呢，你要全部升满，全部打开之后呢，才能继续升级花池的部分。那花池可以解锁一些那叫什么？那个城镇见闻啊，跟什么药的。不是药，就是那个农场的那个种的东西哦。像我们下三级的时候是解锁洛阳见闻跟山药种植，那四级的话是临安见闻这样子。那你会消耗这些东西，就是你们在城市游历的时候，然后会得到一些材料，就是做升级之用的，这样懂吗？好，像现在呢，我可以解锁这个东西，山河万里可以解锁建筑是车马驿。然后可以解锁三合字队列位置的功能啊，绽放啊，绽放起来要跑一点时间。好，那最左边呢有一个侠义榜，那侠义榜呢，你升级之后呢，可以增加每天的异闻扫荡的次数加一，其实还不错啦。好，再来左下右下左下角这边有一个山图渡桥，升级之后。你只是通关的三途川一层，以通关的三途川一层可以挑战关呢，挑战的关卡是可以直接跳过战斗，就这样。好，可是我现在只升级到一层啊，就后面还有什么？我看一下哦，以通关三途川一二层挑战关卡可以跳过战斗，就这样。然后要耗费一些材料，耗时的时间有这么长，这样懂吗？然后再来仓库，那仓库这边。就是仓库，好，就仓库，啊，仓库也可以升级，就是你的菜肴跟资源的上限可以放多少，好，就这样。好，再耕种哦，好，耕种呢就是你的解锁菜，然后跟你的可以种几个数量这样子 ，OK， 这样懂哦。好，像我这边就可以再多种一些东西啊，然后有时候需要浇水啊，产量会增加之类的哈。啊，就是开心农场啊！那玩过开心农场吗？有吗？有玩过吗？有玩过，代表你很老了哈。好，再来。好，那右下角这边呢，有一个画境设置。
那幻境设置呢，你可以放你想要放的人物上去，比如说你想放方云啊，放剑圣这样子哈。那你可以放李逍遥啊、林月如啊、那个赵灵儿放在一起这样子。然后霍庸在那边耍自闭啊，比你在这边看着霍庸耍自闭之类的哈。OK， 这样懂吗？那温泉的话也可以放啊，但是我都没有这些那个诸葛艾、玄机跟凤寒月的那个游泳的时装，所以我没办法放。那放上去有什么差别呢？你放久了之后啊，他们身上会有爱心，那些爱心点下去之后呢，会拿到一些随机的材料，像冰刃的材料啊、哦。反正你给我放就对了，不要啰嗦。然后有些可以放鱼在这边啊，然后鱼这边有啊，啊、嗯，或装饰这样子啊，像这个是什么？我还没有放啊，就是一些装置艺术啦。大家看过装置艺术吗？知道吧？什么叫做装置艺术？就是你看不懂的东西，就叫装置艺术，懂吗 ？OK， 然后呢，这边有一个匠心阁，那匠心阁可以用一些这个，这叫什么纹饰？就是游弋那些你的那个城镇啊，是吗？哦，不是，对我讲错，重讲一次，就是你的城镇这边，你会有一个游记，我记得是从这边吧，然后游记这个部分呢，哎，不是游记，对不起，我记错了。游历这边有一个游记，游记这边有一个新的出现的话，就代表可以按一些东西出来，可以拿一些材料之类的哈。好，然后对了，我没讲错啦，是游历上面得到的。好，那这些东西呢，你可以买石水啊、七刃石啊，对，就是游历完之后会给的东西的见闻，然后可以买这些就进化装备，可以兑换一到七件任意材料的东西。好，那再来就是方寸，那方寸有一些黑猪肉跟三黄鸭这些东西，就是你做菜要用的东西啊。那剩下都是动物啊，一样是装置艺术的部分哦。动物也算是装置艺术的部分吗？我觉得算啦。然后还有一些背景音乐可以买哈，那就看你有没有需要啊，有需要再买，啊不需要就先不用买。然后呢，再来就是这个音乐可以更换。那 OK， 我们可以听一下，默认是什么？哦，默认就是默认的音乐，我在讲废话。好，或是反正可以买那个歌曲啦，当背景音乐。然后再是金声奏雅啊，就当初我们过年的时候呢，在玩的那个音乐游戏哦，在玩的音乐游戏，懂吗？然后后面出了很多新歌啊、哦，然后这边有一个成就可以捡，然后都是铜钱啊、哦，基本上你无聊再玩就好了。哦，我当初就是无聊玩了一下下，好，就这样，好，讲完了，这样大家有懂吗？我不管你有没有懂，反正呢，话已经出了，你就给我点，好不好？你点下去就对了，每天给我上去收菜，去游历，啊、哦，游历升级，啊、哦，只有好处没有坏处，为什么？你每日的那个扫荡异闻可以增加一次，哎，你到后面呢？还是在两次哎、欸，哎、欸、很爽哎、欸，哎、啊、你不升级一下，对不对？反正你闲着也是闲着啊，不是啊，好了，我不要乱说话了，反正就是这样，好不好？讲完了，好，有什么问题呢？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，我看到会回你。好，就这样，好了，就这样，就这样，不。